是春雪呢。耶，这鹤唳滑铁卢这女主角啊，怎么样啊？这女主角陆文熙，陆什么熙？陆文熙啊，陆文熙啊，还行吧，就还行啊，挺好看的，这个。喂，你去冲洗一下，然后上床等我，我去关铺门。这谁演的呀？这个？这你看是谁演的呀？这。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事扯的，这太不好了，这事。哎呀，这事扯，你演挺好，这你演挺好。那你是不是有李现微信？那你能给我一个？啊？李现。